好像斗鸡一样。异乡的预感。需要非常大量的证据来证明一个脑洞太开的想法，一方面是证明现在的这个人就是院长本人这件事情，另外一方面呢，找到证明院长之前把张代表提前约进来这样一个可能，要找证据。对，这是员工档案，我看有吗？血型、身高、体重。O 型 ，O 型，你是 O 型 ，O 型几？707都是 O 型，那身高对不上。O 型，我们俩 O 型，萨也是 O 型，他是 A 型，他是 A 型，那就对不上了。你只能做一个脑洞大开的一个想象，死的人到底是不是甄院长呢？那么身高上甄院长和张代表会比较接近，嗯，体重也是一样的，但是血型不一样，嗯，萨的在这儿，萨的在这儿，交换人生这件事情也许不靠谱呢。血型第二张里面血型 O 型，啊，那个血型是不是就是为了推翻换脸的这个思路？你到底是拿了医院什么嘛？这是不是从医院拿的？我省吃俭用吃的那么少，结果你那么多名牌，还有这个什么东西假体啊，这你都不懂，你怎么在医院做护士啊？哪里的假体？鼻子啊！你拿假体卖，我没有钱，你拿假体来卖，这个人怎么这么坏心？没有人看到啊，没人拍到啊。